上月为黎明生女，没名分的她又被报至今名下空空。今年三月，51岁的黎明与小19岁女助理阿温两人被曝正在交往。阿温被拍到出入黎明的豪宅，俨然是女主人的架势。不仅如此，女助理被拍到的时候已经怀孕了。上个月23号，阿温早产为黎明生下一个女儿。黎明也在社交网站上公开承认了自己当爸的喜讯，还怒斥了媒体曝光家人隐私的行为。近日，有媒体爆料了黎明和女友的现状，称黎明非常宠爱女友和女儿，亲自帮阿温挑选月嫂，还亲自帮女儿布置公主房。在此之前，就有媒体爆料阿温的母亲已经搬进了天王的4000万豪宅中居住，还送女友超豪华车牌，意义非凡。尽管如此，阿温却被曝虽升格为天王嫂，但至今名下仍未有实质性的资产，两个人也并没有举行婚礼。阿温至今并不是豪宅女主人的身份，不知道天王未来会不会与女友分享。